刚把头发吹到半干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装上这个最经典的顺发吹嘴，把头发吹顺。对于有些头发比较塌的女生，我们就可以用这个烘罩在头皮的地方稍微按摩一下，把头发的发根吹得蓬松一点。接下来我们装上这个全新的柔和干发吹嘴，因为它风温很低，所以很适合经常染烫的受损发质，或是比较塌点的细软发，也可以防止高温引起的染发褪色。最重要的是，你可以非常贴近的头皮去吹，很轻松又不伤头皮的吹出松松的头发。新一代的造型疾风吹嘴，它的设计变得更扁平，可以更集中的去做造型。然后，如果你怕头发乱翘的话，这时候你只要搭配一支圆梳，就可以轻松的吹出一个完美的内弯。